钢琴呢，作为一种极具音乐表现力的乐器，在独奏时也可以演绎出多种音乐风格。德彪西被誉为钢琴画家，他有一首著名作品描绘在宁静安详的月夜，月光穿过云朵，影影绰绰地洒在水面上，给人一种梦幻般的体验。接下来，来自复旦的校友钱石生将为我们表演德彪西的名作《月光》。钱校友是一名精算师、企业风险管理师，目前就职于纽约头部保险公司。他曾获得复旦大学第六届校园钢琴大赛的冠军。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位校园钢琴家带来的精彩表演吧。有请钱石生校友。有请。